先天大道简介中英对照 http://www.cloudlibrary.com/category/category6/c63006.htm introduction to DAO 先天大道简介 introduction to DAO 中英对照先天大道简介一和为先天大道二道与我有什么关系三求道是求什么四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五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道六求道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七道的宝贵有什么印证一和为先天大道先天大道又简称道我们若仔细的去观察心窍开悟之后就可发觉宇宙间森罗万象皆是杂而有序而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转也都有一定的法则各天地人是万物的真主宰就是道道乃在天地生成之前即已存在故曰先天大道道者理也理就是真理在天地人万物未生以前道即已存在而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在天地人万物毁灭之后道不会毁灭道因为无去无来不生不灭乃代表着宇宙间亘古不变的真理道的本体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体在混沌未判之初宇宙间只是一团灵妙理无天无地无人也没有语言和文字所以我们实无法以任何语言文字或思虑来形容它故大道无名强名曰道我们也是勉强用到这个名词来代表它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早就能贯穿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使一切的自然现象均能呈现和谐有条不紊的运转这就是道的妙用道大理为我们虽然无时无刻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却又很不容易去认识它因此在两三千年前各教圣人应运出世各化一方针对当时天时地利及众生的根气留下千经万典传下诸多去恶从善的修持法门同时也让芸芸众生认识了冥冥中宇宙万事万物均有一个真正的主宰或称为上帝或称为造化或称为天主我们称其为道或无生老均是一名而同意我们对道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体悟之后就会了解天地间实无一物不是道之本体与妙用的合一因此道虽然涵盖各大教门的经义为千门万教的总源头确实不局限于宗教的领域里而上帝或老也不只代表着一切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更是天地万事万物万类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
其宇宙间永恒不变的真理之道。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了解什么是先天大道，不只找到了各大教门的最高信仰中心，也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更能对宇宙至高无上的真理有一个初步的认识。道之真义，在先天之先不为先，在后天之后不为后，即大上有可量，即微上有可止，为道即大不可量，即微不可止。故所以大无不包，为无不入，无所不贯，无所不通，无所不彻，贯彻了天地人万物万类，贯彻了三十三天外，贯彻了千经万典，贯彻了千法万法，贯彻了千教万教，贯彻了千佛万祖，贯彻了我之一身。此乃显天大道宝贵的真义，人人必须知真觉，亦即是人人与我，我与人人良心之行也。此乃万众一心，万国一家，世界大同，此先天大道之宝贵也。二，道与我有什么关系？道的宝贵在于它大而无所不包，细而无所不入。天地生成之后，道贯穿于天地万物万类，使得日月星辰之运转各有其时，四时之交替，万物之消长各有其序。而最宝贵的是各天地万物的主宰，同时也是我们人一生之主宰，曰性理，使得我们不学而能看，能听，能吃，能动。因此我们不只要探求天地间的治理，更要回头认识我们身上固有的真理。故先天大道即是性理真传。道的宝贵并不在于它有什么神秘稀有或特殊之处，而是在于它平时但我们却时时刻刻离不开它的本体与妙用。我们反观一下自身，就会发觉我们身体的结构是非常精密和奥妙的。我们轻轻地握一下手，就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其中所牵涉到的所有关节物理作用、能量化学反应、神经系统资料讯息之传输及脑部分析判断和命令之下达，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知识和文明水准也无法一一表达出来。但是我们做出个动作的能力却完全不因个人知道上了程度的差异而有任何影响。不论是学识多丰富的学者，或是目不识丁贩夫走卒，不论是成人或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的动作。人人与生俱来，不学而知，不学而能，无增无减的良知良能，就是主宰我们一生的道。我们由学习而得到的知识和才能，有忘记的时候，有疏远的时候。而道的本体和妙用，不用学习，不用思考，
大而能主宰宇宙的运作消长，小而能主宰我们一身之视听言动。我们有而不知其有，用而不知其用，却又无时无刻不能缺少它。此不增不减，本自具足一切我们身上固有的道，因为就在我们身上，又称作自性老。我们了解了个主宰天地万物的道，在我们身上就有，它的作用不应受到我们赞美或否认而有任何增减。不论种族、肤色、国籍、宗教、信仰或贫贱富贵，均无分无别。因此，我们能求得先天大道，不只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也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我。不只认识了宇宙，也认识了我一生的真正主宰。不只追求到了宇宙之治理，也找回了我身上本有的真理与良知良能。先天大道的根源是在我身上，原来固有的是我由先天带来的良知良能，即是我的良心。我的良心即是天心，天心即是道心，此心无形无相，即是真空。真空之一妙，空而不空，空中妙有。妙有者，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之大本也。妙用者，万灵真宰也，主宰天地人万物万类之真主宰，亦即是主宰我之一身。故曰道在无身，一切万能。道离无身，此身百无一能。先天大道如此宝贵，乃人人必须追求之道也。三求道是求什么？静心观察我们所存在的这个宇宙。我们往往会赞造物主的神奇，自然界每一刻皆有无数的事物在同时运转，而其整体却又是那么协调。我们身上的这个真理不也是一样吗？每一分一秒，我们身上皆有无数的生化反应、物理作用等同时发生。道的妙用分布在我们身上，不用学习，不用思考，其作用虽成千上万，合起来却只有一个自我，一切有条不紊，自然而成。道在无身，运用自如，在眼能视，在耳能听，在口能言，在鼻能闻香臭，在身能运用行动做事，此即道在我身之妙用。所以我们了解了道不只主宰着天地万物，更主宰我们一身。宇宙根本源头最高主宰于我一身主宰，并非二也。道的本体无形无相，我们肉眼看不到它，手也摸不到它，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再发挥其妙用，更进而随着天时及环境而发展出语言文字经典及造福人类的文明，此即是我们良知良能之作用。一般人不了解道在于我们自身的本体和妙用，只模糊意识到它的存在。
便以灵魂代表他，我们称其为自信老，因其没有生灭，也不会毁坏，我们也称其为真我。此真我乃是最富足、最圆满、最光明、最完美、永恒不朽的。现在我们来生一看，看得见、摸得着有形有相的肉体，能不能代表我把一个人生命中不同阶段的照片拿来比较，我们就可发觉面貌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我们一般均习惯以相貌认人，但相貌却不是永恒的。我们的肢体也不是真我，某些人不幸失去了一只手或一只脚，仍是好好的活着。我们的内脏呢？现在科学昌明，其自己能把动物的心脏成功地植入人体。我们不能因此说，个人不是他自己了。就算头的脑细胞，从我们一出生就开始不断地在坏死、减少和变化之，因此有形有相的肉体只是真我的一个工具而已。肉体虽然看似真实，却无时无刻不在改变之中，不拘束十年又变成一堆黄土。因它不是永恒的，我们称之为假我。对于真我和假我有所了解之后，我们也就可以了解我们为什么要求到了。如今我们非常幸运能有机会求得先天大道，求得的就是三宝。三宝简单明了，但也博大精深，其内容在求道时会详细解说，现在只简单的提出两点。首先，求道就是直接点出了真正永恒不休的真我，也就是良心本性的发。在物质文明远较精神文明昌盛的今日，假若迷失真我，我们的人生将有如行尸走肉。若是认假为真，更是我们为了盲目满足假我而做出害己害人的事情，造成自己在世时与死后的灾祸。因此求道启发了我们内在本的真我良心，真我假我协调融合，使我们的人生不论存没都是平安喜乐自在充实而有意义。其次，求道也就是开启了我们身上的正门，又称良心之门、智慧之门、慈悲之门，各门非常的重要。当我们要离开一间房子时，自然由大门离去，如果此门无法开启而被迫从窗户或阳台跳出时，就可能会摔断腿。我们的肉体就像一间房子，真我灵性就像是房子的主人。当有一天肉体要毁坏时，真我灵性若不得正门而出，被迫另寻旁门，其恐惧与焦虑是无法形容的，这也导致了死后的痛苦与不安。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到，绝大多数的人临终时
其肉体皆显现山僵硬恐惧无助与挣扎之相。求道就是开启我们各生来死去之正门，也就是通天大路。因此我们今天很幸运能求道，求得三宝，打开灵性通天之正门，可以让我们找回真我，认识我自己身上的道，自然以良心作为待人物之准则，使人生更有意义，更进而解决生死大事，得到超生了死的保障。百年之后回到我们的来故家乡，所以先天大道又是回天之道。先天大道之宝贵，即是千经万典不如一点，此点打开玄关正门佛门，天堂大路一步直超级的永生之道。此点宝贵，超佛越祖，超经越典，超越天地。得到这一点宝贵，他是诸经之师，诸法之王，诸佛之天地之，故曰超生了四极的永生，不毁不灭之先天大道也。此乃即是人人原来固有的，必须返回天之道也。四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们今天很高兴能有这个机缘求道，能够开启良心之门、智慧之门、通天之正门，这是第一步。这宝贵的道还能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福之意，离苦得乐，人生在世遭受种种之苦恼，就其根源皆起因于迷失了真我。求道首先就是让我们认识人人身上固有的道，找回我们本有至真至善至美具足圆满永恒不休的真我，在日常言行之中发挥真我，使我们一举一动皆能合于理，止于至善，自然不会受周遭的人事物所左右，我们的心也就不会患得患失。心为一身之主，我们既然在心境上有所提升，自然不会与邪恶之事相感应，则不相随心转，还可以改变命运，趋吉避凶，朝向光明，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喜悦逍遥自在。二堕地难，自有人类文明以来，道的真意便代代单传独守，其没落贯穿了早期的主要文明，如中国、印度等。奈何近百年来人类受物欲所逼，在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中逐渐迷昧了良心，甚至竟将制造威力极大的杀人武器。回顾数千年人类历史，在近代短短数十年间便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无数挑战，伤亡无数，滥用科技文明，同时也损害了自然环境，造成大气臭氧层之破坏，全球性气候的改变，人心之变，感到了天灾人祸连连。人类已为自己酝酿了一个空前的浩劫，
因此上帝洪恩慈悲特将大道谱传于此以挽救良善。求道以后，我们时刻存着道心，以良心待人处事。当遇有人力不可挽救的灾祸时，只要诚心使用三宝，必能灾地劫，逢凶化吉。此事验证甚多，不生枚举。三超生了四人生，又如一段苦乐相参的旅程，遭受生存竞争、衰老、病痛、死亡等困苦，人皆难免。而人间种种欢乐又往往是短暂易变的，尤其当旅程结束时，终究成空，归宿渺茫，更不禁令人凄独怅惘。是以智慧者又见于此，乃以超生了死，追求真实永恒的人生意义为人生至高之目标。古代先修后的，因此古人为求超生了死，尽毕生之力苦修苦行，仍难以访得名师达成心愿。如今大道普传，先走后修，在求道过程中，天命名师一指，开启了我们通天正门，先赋予超生了死的保障。我们得道以后，认识了真我，以真我为主宰，远离邪心妄念，让我们的心念言语行为，无论待人处事，皆合于良知。百年之后，真我灵性自然返回故家乡，永享平安喜乐。四成圣成前求道，也就是为我们种下一个成圣成前的正因道种。只要我们以智慧慈悲心尽灌溉它，它必然萌芽开花结果。在此功利主义弥漫的黑暗时代，大道乃是光明的灯塔。求道修道，不仅让我们能够独善其身，更是我们有机会可以兼善天下。求道之后，只要我们时刻抱着道心良心，在日常生活中真诚实践道的精神，不计个人得失荣辱，努力使周围每一个人都可得享道的好处，让道的光明照亮每一个角落，尽其一生精进不懈，则在世即成就圣贤事业，归天之后必证圣贤果位无疑。先天大道的宝贵就是天道天命，天命就是三曹名师，名师一点玄关开，打开正门佛祖来，天堂飞在我身外，天上地下我都在。此乃先天大道的尊至贵至宝也。先天大道，天命宝贵，三曹名师这一点妙至极矣，非是在言语文字相声音可得，非是在千经万典上的，非是在讲经说法上的，非是在世指变聪上的，非是在博学才能上的，非是在才高八斗上的，以上皆是生死法对待法，非是超生了死脱对待了生死之法也。
次刺激的先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其妙极矣。此者是无师智，此智是妙智妙慧，此智此慧是我本来固有的，由先天带来的，亦即是再找回来天地人万物万类未生以前我的初心，即我良心天心道心老心也。先天大道之彼妙，此妙之贵，妙不容言，不学而知，不学而能，亦即是先天带来的先知先觉妙用妙能，此知此觉此能此用，不用言语文字声色，不用思想，不用念头，不用言听事动，而生天地人万物万类。生天地人万物万类之后，这天地人万物万类时可分妙，也离不开其妙用妙能，故曰万灵真主宰也。设若天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则河汉星斗乱序，日月无光，亦不能轮转，则阴阳二气不能流通，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人人皆不得其生存。设若大抵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这金木水火土不能相配，则险象丛生，山崩地裂，海水枯干，亦使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人人不能得其生存。设若人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则寸步难行，眼不能看，耳不能听，口不能言，总之全身不能动作，一百日之后成了一堆臭骨臭泥土。此乃先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妙至极矣。设若觉悟认识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的支持而实行，即是天人合以天人一体治理，觉言妙不容言，不是死后成佛，当体即佛矣。故曰如来佛如是佛也。此乃的先天大道修先天大道之好处，物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道，求道既然能够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好处，我们今日能有机会求道，会不会显得太容易了？事实上，我们能得闻先天大道，首先要感谢上帝的恩慈，将自古不兴泄的大道普传于世，使我们有机会得此天之道。另一方面，我们本身也必须具备足够的条件，祖上有德，根基深厚，佛缘成熟，才能够顺利求道。此外，我们必须向宇宙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上帝发一个良心愿，此愿可归纳为三个要点：一、得道以后，愿以铭记并实践道的精神，也就是日常生活所思所言所行，皆愿以良心作为依归；二、得道以后，愿以能力所及助周围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愿意多了解道的意义，并让更多的人蒙受天道的福祉；三、得道以后，